魔王问道，小咖辩谈，论尽江湖，谁主沉浮？从头到尾，我看到的不是萧敬腾在唱王菲，而是李小龙在唱王菲。唱功、演技、创意，史上最严苛竞技赛。两个选手脚筋、脚背都是肉。我的选择是，我最终的选择是，我最后的选择是。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欢迎各位，这里是由小样五色颜独家冠名播出的魔王小咖秀。小样五色颜，既运动更快乐。大家好，我是长得像娜娜但不是娜娜的顾月。我呢是会长马瑞马同学。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三位呢，是我们超级战队的队长。首先第一位是率领我们小样队前来的金姐，欢迎金姐。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男神波叔率领的我们的男神队，欢迎波叔。欢迎。接下来呢是我们能量队的队长郭德纲郭老师，欢迎郭老师。好的，同时也要让我们来欢迎来自魔王娱乐的麻辣点评团的成员们，欢迎你们。也在这儿感谢我们的魔王娱乐。我们还是要跟电视机前的各位说一句，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一直播，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斗鱼 TV 观看我们的节目录制的过程。是的，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房间号呢是东南卫视魔王小咖秀。我们这一次的魔王小咖秀除了冠军可以获得最小样奖之外，我们还设置了最佳模仿王、最佳演技王以及网络人气王。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可以下载我们的小咖秀 APP， 在上面呢有一个魔王小咖秀的专区，如果您觉得哪一位选手表现特别好的话，可以在上面给他点赞，最终点赞最高的那一位就会获得我们网络人气王的称号。那现在让我们进入紧张又刺激的队内 PK 赛，有请我们第一组选手。来，有请。孙艺凡他是一个有表演热情的人，然后从上一次他带来了一个贾乃亮的这个串烧，那我们看出来他是一个爱唱也爱跳然后又爱演戏有那种表演欲望的人。他这回选了一个段子，我觉得刚好可以体现他的那种热情，希望他到时候在舞台上能够把活泼的一个角色透过他的歌、他的舞、他的戏完整的呈现。王昆博很妙啊，上回来给我们很惊艳的是，哇哦，一听到声音，这个人厉害，仿佛真的老萧来了。那我们要挑战就是他肢体障碍，对，他这可能就是协调性不是特别好，那刚好跟他的个性也有点像，就是私底下就比较闷一点，肩膀往后加的那种。然后我那身衣服它是一身丸子衣服啊，挺点儿了，所有行为都是这种，你如果个头不高再蔫一下就蔫，就整个就是压缩了。我还在试着突破它，还有一点时间能够再让它的肢体上能够有更放松的一种呈现。天仙儿，天仙儿，天仙儿，醒了，叫我大娃。啥呀？大娃，你傻呀？大娃，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睡吧，我饿了。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哎呦，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我的梦，生活充满节奏感，大
上做晚餐。这城间的水无比的绝，不羡鸳鸯不羡雪，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城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雪。节目感谢碧生源的大力支持，碧生源减肥好伙伴，草本的更健康。本节目由更解渴更好喝的小样乳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乳酸盐，轻运动更快乐。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得过数位，就笑踩着玫瑰，会经一个吻当安慰。可怜像春冬的雨夜，叫人们怎么成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玻璃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玩到一半的美，她为你的秘密花园。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脸红熬整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朝着千年的泪。最苦的滋味，你太美，今晚在午夜，我多少如是对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我们都已经知道他唱歌唱的是很好了，对，但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实际上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学那个金秀贤，金秀贤，对，就是那个表情，嗯，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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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个，只做一个金秀贤真的没什么可炫耀的，没错、啊、我可以学学金馆长，金馆长哎，还真的有点像哎。张学友是地包天吗、啊、姚明这个可以啊，姚明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来咱们也来，我的天哪，尔康，尔康，哦，杰、啊、伦、我这个表情没有包具有这个杀伤力的眼神，好，七点、啊、来一个美一个丑，好吧，好，一个美、啊、丑是吧丑丑谢谢啊，好不好看、啊、对，后面那个好看，后面那个好看，后面那个好看，真的，我们在这一直聊表情包的时候，他真的很尴尬呀，还好还好啊，我觉得今天哦，贾乃亮的表现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嗯、哎呦，你无论是从你的肢体上还有表情上以及神态上抓住了贾乃亮现在非常非常有特征的比较逗比的这种风格、嗯、所以今天你的这个分数我就从我内心来讲是很高的，哎呦，那我们的这位萧敬腾这位选手就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谈过恋爱了吗？并且戳中他的死穴了，嗯，行，我明白了，难以看出来了，难以启齿吗？是一个在爱情路上一片空白的小男生。哎呦，也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你就不要否认了、哎、刚才那段看到这么样的漂亮的这个妩媚的女演员围着他转的时候，他一点儿感情色彩都没拿出来，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装你也要装一下吧。也是啊，因为刚才那个是你倒跟着别人走一下吧，因为刚刚那个是表演来的、哎、对不起老师，是我的错。哎呀，好，刚才我好替你担心呢、啊、OK， 但是也开发了你另外一种可能，从头到尾我看到的不是萧敬腾在唱王菲，而是李小龙在唱王菲。其实我并不同意波神的观点，
如果你们两个要到能量队的话啊，我觉得你并不像李小龙。你知道我要把你打造成哪个型咖吗？就是娜娜的老公张杰。嗯，我的老公吗？对，不是我觉得娜姐的老公吗？你有这种表情包，你的这种含蓄和内敛跟张杰很像。哦，所以看在你们俩在台上站着，我觉得特别的搭，是吧？对，你能不能放开一点？看到没有，他的脸放开了，但他颈部以下还是李小龙紧的，他的颈部以下还是李小龙。你可不可以就是做颈部以下能够放开的动作？可以，那个音乐老师可以给我段音乐吗？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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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摔着了吧？是，没有没有，摔在你身，疼在我心呢。有。你怎么来一个男的都这样啊？好的，波叔，最后的选择还要您给。他其实今天声音上面没有话说，还是特别像萧敬腾的，在他该得到的分数是有的。那当然，我们另外一位，我们的贾乃亮，其实他准备的时间很仓促。我知道的是特别的紧张时间，然后他又在这个跟舞者的互动上面表现的也还不错。对啊，对，他的感染力也是蛮强的，也是蛮强的。对，所以我最后的选择是，从头到尾我看到的不是萧敬腾在唱王菲，而是李小龙在唱王菲。所以其实他们两个有各自不同的优缺点，但是他在声音上面是表现的不如他精彩。孙艺凡，恭喜孙艺凡。恭喜孙艺凡，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好吗？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边请。我觉得高伟恩他是外形上一看就跟那个王大锤挺接近的，就是有一张冷面笑心的感觉。他站在舞台上面，我就会不由自主跟着他一圈去笑。他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跟他一起来共同完成。那李卓阳呢，他的优势在于是他敢于去创新，他有很多是自己自创的段子，他其实个人特色挺鲜明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选手。李卓阳在排练的时候，他会一直不停地问老师我该怎么样，老师我该怎么样，因为他太过于认真的话，他会自己给自己无形当中就是哇，我的压力好大。我对他的最大的希望是他可以放松下来去享受这个舞台。本集由小样乳酸盐魔王小咖秀赞助播出。小样乳酸盐轻运动更快乐。本集还由关爱八卦成长协会赞助播出。我就是任性，我就赞助。我叫王大锤，是一个演员，正在拍摄一部低成本武侠剧。这也太低成本了吧，儿童玩具检测是哪出啊？都已经这个质量了还闪个毛啊。说你质量差还不服气啊你。哈哈哈，想要营救公主的话，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嗯，拜托能把台词先背熟再上来吗？来吧，使出你的绝招啊，九阳神拳吧。原来我使用的是拳法九阳神拳。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向双拳汇聚，我的左拳像火焰一样炙热，我的右拳像冰霜一样寒冷。等一下，那不是孙悟空和唐僧吗？这里禁止实力大小便。都到天竺了，还说什么九九八十一难，还差一难。这前面几难都让你师弟给顶了，这最后一难要不就你。嗨，想要营救公主的话，就你。我的生涯一片污秽，我想起那天下午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喂，能不能别想这些奇怪的东西啊？悟空，你看，走，别动，别动，别动啊！说你了，说你了，说你了！哈哈，来来来，妖怪先生，你好，你好。啊不，我是可爱的人类，非主流而已。蒙谁呢？你怎么还有脚吗？
这只是沙马特的装饰品。你拔了也没用，我是有火眼金睛的蓝猴。是这样的啊，就是呢，希望你能绑架我一下，因为这个998十一难呢，我只差一难就能修成正果啦。这么彬彬有礼，完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啊！不行，我妈妈从小教导我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哎呀，你很拽呀！他，要死，慢点！你好好想一想，红孩儿、黑熊精这些妖怪都在绑架贫僧之后，在观音娘娘那里获得很好的工作，现在工作多难找呀。听上去真不错，现在就业率这么低，我觉得还挺靠谱的。要不你就告诉如来我已经绑架过你了，假装经历了最后一难，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这怎么行呢？我是有原则的人。我觉得吧，快来帮贫僧绑一下，快过来，你这泼猴，我一个人搞不定的。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啊。我再也不想跟这种穷逼剧组合作了。春风吹，战鼓擂，你们最近要当心，电视推销数不清，我们一起提警惕，观看推销小短剧。孩子咳嗽老不好怎么办？五大受损一个对策，补充大脑营养，提高记忆力，哪里不会点哪里， so easy。 腰腿酸痛，四肢无力，痛痛痛，贴贴贴，那个不疼，夜夜轻松，此刻地下丝滑，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两块两块的啊，全场两块的啊，厂家倒闭黄了啊，老板赔钱跑了啊，随便挑随便选了。两块钱不算多，嘿，旅游到不了莫斯科。两块钱不算贵，不用开个家庭柜。两块钱不白花，嘿，一年四季都用它，三年五年用不坏，还能传给下一代。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你买不了上当，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拿出你的小金库买吧。嗨，你最近怎么变美了呢？因为我用了 No Yo Face 面膜。 No Yo Face 面膜具有强大的真皮功效，一个疗程后保管你从二皮脸变成千层面，以及防腐剂、荧光剂、漂白剂等500多种添加剂，令你肌肤刀枪不入。成天的我，人丑还没钱，腿短到鸡眼。自从用了农药 face 面膜，我从此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马上拿起电话订购吧。扑克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轻盈剔透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再画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 魅力四射，自己都喊哇。推开窗，吸取太阳热度，气氛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开闹，有我登场，蝴蝶也心跳。走走走，小宝贝儿，咱们吃药去了啊！哎妈呀，怎么的了？谁来救救我？哦，妈咪！卓阳和韦恩。小样对的人，金姐刚才也看得很认真，而且我知道他们两个人来到舞台上是有关系的，他们都属于关系户，什么关系？我的靠山就是这位美男子，智博前辈。智博，你真的是他的靠山吗？对啊，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就是我一步一步来扶持他，还有我们最美丽的金姐，哎，我们都是舞蹈专业的，对不对嘛？韦恩，你呢？我这个靠山嘛。稍微比他那厉害，可能硬那么一点。哎呦，哦，你看看，因为这个人我不说他好的话，可能与我的工资挂钩。那是谁呢？看到点评团上中间的那位美女，第二排的。第二。喂。啊。对。贝琳呐。对，他是我的最优秀的一个员工。对，我是他的个人助理。个人助理。哎呦，哦，这点要说明白了，金姐是从来不会走后门的。这样。金姐对他们两个人是公平公正。那有种你就两个都淘汰。对，因为到时候你觉得你那队很强，你少一个战斗的人员没有差的，没什么区别。郭老师，卓阳那块我想问一下卓阳，这你这个段子是谁编的？我自己写的，自己写的，非常好。我们小咖秀的舞台上就是需要这种原创。谢谢老师。但是呢，你没选择能量队，所以我觉得遗憾了。既然波叔说你好，
我只能说我很喜欢大锤。没有，我说的是那小胖子好。你说他们有戏啊？那小胖子连死了都有戏。小胖子是我徒弟啊。对呀。小月月叫一声。师傅，坐下，乖乖的啊，小胖子。哎呀呀呀呀呀呀！啊，瞧瞧你的品味。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的个人感受。哎，首先是大锤，因为我们都知道《万万没想到》里边那个大锤啊，是个冷面笑匠。他一出来，即便他没有太多台词儿，我们的关注度都会在他身上，他的节奏感非常强。对。可是你有过多的痕迹是在模仿他，但是有跳出戏的状态，因为你的眼神时不时的会偷看一下左右两边，你不够专注，所以你在这个戏当中，我没有办法把目光聚集在你身上，反而是被其他的妖怪抓走了，所以这点是你的失误的地方。哦。那再说说卓阳。你在这个戏当中你是有不同的角色，比如说第一个是纪连海，然后有不同的广告内容，还有小可爱的，还有小女生的，你要把你的角色分清楚。两个选手都放弃了，没有，听我讲一下。脚心脚背都是肉，脚心，所以我的选择是你不够专注，我没有办法把目光聚集在你身上，反而是被其他的妖怪抓走了。你要把你的角色分清楚，而不能永远都是李卓阳在演不同的角色。你不够专注，我没有办法把目光聚集在你身上，反而是被其他的妖怪抓走了。你要把你的角色分清楚，而不能永远都是李卓阳在演不同的角色。脚心脚背都是肉，李卓阳，恭喜李卓阳，恭喜卓阳，我好自信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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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别，哎呀，好了。好了，套路多一点真诚好吗？这样啊，我们觉得不管如何，我们的这个韦恩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复活区啊。我们希望下次看到大家的时候，能有一个更完美的表现，好吗？谢谢你们，谢谢。来这边请。迪丽亚和乌迪呢，都是比较综合的。那么迪丽亚呢，舞蹈跳得非常好，而且她有多年的武术功底，所以我看到她的那种不懈的这种努力和她平时日积月累的这种精神，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是走得会很远。那么吴迪呢，从形象上来讲，我觉得吴迪的形象还是很好的。那么当然时间很紧，直到现在为止，刚才我在给他排的当中，我们还是在做着修改，也还没有最终的定稿。一小时或两小时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比赛了，所以我觉得这块是我替吴迪比较担心的。那么我觉得吴迪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而且也很有天赋，所以我也希望她能够在今天的比赛中出现好的成绩。来来来，您这边请。来，演员们就位了，来来来，快点，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这部剧的赞助商毛驴公司专卖店的老总毛总，来，大家掌声欢迎一下。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好，老总。这个认识大家很高兴啊。我听说你们这部戏很缺钱是吗？毛总，我们这小剧组经费不足。啊，没事，看没看见有钱，知道吗？演员们，第一幕第一组开始，好不好？好。音乐。走过了这一片青草坡，有棵树在那儿等着，它守着你和我的承诺，再立成一个传说。山楂树开满了花，落在你羞涩脸颊。山楂树开满了花，我等你回答，可是我先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爱的，你要好好的，在时间的尽头，你定会看见我。
么玩意儿啊？这是啊，这正是感情爆发时候，你这小体格怎么就掉链子呢？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别不愿意听啊。哎，俺是外行，俺不明白，就这蹦蹦跳跳的，不好看呢，还没我家驴跳的好看呢。那什么，您看能不能加点感情戏？感情戏。对，加点感情戏。哎，有。来，就位啊，第三幕，第四组。哎，好。Action。哎。金秋，我是金秋，我是金秋啊！呀，这什么？我说加感情，这什么呀？这是啊？多感人！他导演多到位啊！都演死了！怎么就这样写的呀？什么就这样写的？我看你演的还不如我那驴演的好呢。驴呀！哎。导演，哎，懂不懂戏呀、啊？这位懂不懂戏呀、啊？什么叫艺术？你懂不懂啊？有钱爱谁演谁演，不演拉倒，我不演了，不演拉倒。哎，这么狠，不演拉倒，哎，不演拉倒，哎，要不咱们就试一试？哎呀，我跟驴演呐，钱，你等着，我把我那驴牵上来，钱可好看了，哎呦我天，哎呀。好嘞，你看看咱这驴，我特意刷的色来的。哎呀，二位啊，开始。金秋，我是金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不是说我穿红衣服？停！又怎么了？你跟我驴说台词，他能听懂吗？啊！我再说了，你不得这样吗？你不表现力丰富一点，对不对？跟我的驴这样，我还得跟他像啊。对呀，你得我想这样还得跟他像啊。你得跟驴配戏呀，对不对？我跟你说啊，这驴总不是毛总，我第一次当导演呢。哎呀妈呀，你就把我往驴堆里面踹呀！我以后出去人管我叫驴导，啥玩意儿啊？这是。行了，静秋，咱不演了啊，咱走。哎，走，再见。我这驴不挺好的吗？同学们，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阿平，这地带安全不？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哎呀妈呀，可累死！小点声，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生，跟你结婚没消息，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我咋起不好了？你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孩子，叫个啥滋儿啊、铃呀、缝呀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他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名字的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改名好养活，知道不？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心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死。哎呀妈呀！班儿又尿了。哎呀！来，接着。那不漏啊。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两用。那刚才真的吃了好多蒜和那个大葱，平时就是喜欢是吧？好这一口，我觉得一个专业的素养放在这里，一定要就是要真的去体会。要真的哦、所以刚刚你们在演一对情侣，所以那个情侣也是真的吗？对，也是真的。哦，真的，这个就是面对艺术真的很专注啊。是的，所以我跟你们说哈，你们看见没有？恋爱中的女人，她的那个光芒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所以她演的这段戏金姐也特别喜欢，她的整体来讲我觉得更全面一点。那今天我们的吴迪呢，你的这个角色是非常惹人爱的一个角色，让人心疼的一个角色，是，但是我觉得你太过于单一了，这是我的感受。当然我觉得可能男神他比较喜欢比较颜值高一点的女生。你说哪位颜值高？我都认为高，所以我两位都喜欢呢、啊。这是没错的。但是我觉得能值得一提的就是吴迪这一组哦，因为我觉得舞蹈的部分太长了。对、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助演的人戏太强、也太强，尤其那个吕老板是吧？他说、能不能加点感情戏？那个表情啊，感情戏啊，哎呀，那个损色啊，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强。今天吴迪的表演呢是自编自导自演，首先我们向原创致敬。那么时间紧任务重，昨天呢到晚上他的节目还没有最后定稿。那么通过很短的时间能呈现到今天这种水平，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那么缺点呢还是有的，这个因为萝卜快了不洗泥，所以我们很多接缝的地方还确实是比较糙。那么迪丽亚呢，我觉得在昨天我跟迪丽亚所说的每一样东西，她今天体现的都淋漓尽致而恰到好处，所以我最终的选择是，那么通过很短的时间能呈现到今天这种水平，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每一样东西它今天体现的都淋漓尽致而恰到好处。迪丽亚，小样乳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乳酸盐轻运动更